看看，一个吃肉的人拿骑脚踏车，比一个吃素的人开车呢还不环保。仔细说明素食人口的增加对地球带来的效益，还有仁义会医师以医学的角度说明茹素的好处。我有糖尿病啊，高血压，血脂肪太高啊，或者尿酸太高啊，吃素都是有帮忙的。芝加哥分会在中国城举办记者会，邀约大家一起来联署响应111世界苏醒日。媒体记者很认同，可以成就了地球，也可以救了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推动。不只是要喊口号，更是要化为行动，让地球更美好。但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振轩、杨佑成，美国报道。